大家好，我是SSIBU 的 Amphenol SSIBU 的Kelvin，我们 SSIBU 是做服务器跟存储的一些连接器。我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个比较创新的一个产品线，叫 Double Density QH 啦，我们叫 DDCE 的产品。OK，你看到我这个 slide 就是讲了整个double density QH 的一些大概的一些特点在哪里啦？这个连接器是一个0.8 pitch 的连接器啦。你看到它有两排的金手指，在 A 印卡里边有两排的金手指，每一排的金手指实际上它的 pitch 呢是0.8 pitch 的。因为它是两排了，所以应用起来呢，就算是一个0.4 pitch 的密度的一个连接器啊。我们开发这一个连接器呢，使用一个 8in 卡呢，就有两种的模具在 tooling 上面有两套模具能够做有一套是做1.6，有另外一套是做2.36因为现在在过去几年呢，可能1.6的8in 卡呢已经能够用，但是在现在去到 Ecostream 平台啊，还是未来的一些特殊的要求呢，很多客人已经开始转用一些比较厚的 8in 卡，所以我们也开发了2.36这一种的板厚的 8in 卡的一个连接器啦。这个连接器我们能够 support PCIe Gen 5啦。我后边我还有另外一个同事SI 的同事专也跟你们再介绍多一点SI 上边的东西啊。这个连接器呢，我们呢能最小的 pin 数呢是76个 pin，最大的 pin 数呢，最大的 pin 数呢是428个 pin 啊。我们的 pin 数你看到这里啊，76啦，112啦，再下来就是148，一直走到最大的是428。你看下边这个表，是它整个连接器的宽度。比如说76个 pin，它整个连接器的宽度呢，就是24.5毫米。如果去到最大的 pin 数428个 pin 的时候呢，它的长度只有94毫米，跟一个标准的 DDR5 呢更短一点点所以你可以想得出来，它的密度是很高的另外，我们这一个连接器呢是做一个wafer design，wafer design，所以这个连接器的灵活度。灵活的很灵活的，在应用上边，我后边的 slide 会讲什么是 wafer design 啦，因为它是一个 wafer design 啦，所以呢，它能够 support 一个 high speed 的差分堆啦，low speed 的 single end 啦，还有一些不同种类的 power 的组合的都可以啦。我的意思是说，不同的电压电流的组合都可以来 support。它是一个 SMT 的连接器，上边有四排的端子来插四排的金手指。它的baseboard 它的主板那一边是有四排的 solder pad，四排的SMT termination 的 solder pad，四个角落里边有四个full hole 的 block 来增加它的 retention force 啦。这个连接器的 sitting height 是2.7啦，宽度整个连接器的宽度是11.5，高度是15.2，因为它是两排的端子，所以高度我们做到15.2。算是已经比较矮的一种了，因为现在的标准的 PCIe Cam 都大概是去到10毫米左右了。另外，我们这个产品呢是可以插板，可以插 cable。我后边我有一些 slide 来讲怎么插 cable。我们插 cable，我们是把这一个 host 正常来说cable receptacle 呢，它是会有一个铁壳来固定它的 cable pack 的latch 啦。我们这个连接器就没有，外边没有加一个铁壳。做得比较简单一点，我们是把这一些固定 cable pack 的 latch 呢，我们的它的 feature 呢，在 built in 在藏在这个 housing 里面，藏在这个 housing 里面所以你是比较容易一个连接器也可以插板，一个连接器也可以插 cable。前面我说什么是 wafer design，你这个 slide 你就看到low speed 跟 power 的 wafer。
我们 wafer 呢就是一排的端子啦，上边一排，下边一排，左边右边一排，这个是一个 wafer 的一个端子啦，在做 open mode 啦，这个就是整片的 wafer。你看到这个是一个 low speed 的信号的 wafer，这里是一个 power wafer，它你从外观来看呢，它是一模一样的，不管是信号跟 power wafer，它是一模一样。我们怎么区分 power wafer 跟信号 wafer 呢？我们用一个铜材的不一样，我们用在 power wafer，我们用一些高导电铜来做 power wafer，还有我们的 open mode 的塑胶的颜色原材料的塑胶的也是用一些 electro color，就是白色的塑胶来做这个 open mode。所以你能够很容易去区分什么是 power wafer，什么是信号 wafer。从右手边这个图里看到这个连接器的底部，连接器的底部，你看到白色的这些就是 power wafer，黑色的这些就是信号 wafer，信号 wafer。下边这个表呢，就是我们 power wafer 的通的电流的能力。比如说一个 wafer，你看到这里一个 wafer，四个端子，就是左边、右边、上边、下边四个端子。一片 wafer 能够跑到9.5安培，我们是用TY 30度来算的啊，能够达到9.5安培。比如说你看到这个图，比如说这个图是十个 wafer，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十个 wafer 叠在一起，它的宽度，因为它我们的 pitch 是0.8，十个 wafer 叠在一起的时候只有8毫米，大概8毫米左右，八毫米的时候。我们已经能够跑到43安培，已经能够跑到43安培啊，最下边那个你已经能够跑到43。比如说你有一个项目，你有一个 project 的项目是要跑二十安培的时候，我们会考虑二十安培in 跟二十安培 return 啊，我们说关了 return 啊，二十安培 in 二十安培 out 的时候，理论上就是40安培嘛，总共是40安培了。如果你全部把 power in 跟 power 关43培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可能要用到9个 power wafer 能实现这个21那时候。但是我们一般会建议客人把三个 power wafer 能够做到20安培吗？我们会把三个 power in 的 wafer 放在一边，另外用一些低速的信号 wafer 把它隔离开。另外三个 power wafer 做 power return or power 关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达到三十。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分开呢？分开的目的是把 TY 减小，温度减小，把它的 current derating 减小，所以能够用三个 wafer total 六全部来算呢，就是六个 wafer 能够达到二十安培 in 二十安培 out，不需要用到九个 wafer 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 power wafer 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啦。如果你有一些是12伏啊，有一些5伏啊，还是3.3伏啊，我们来组合不同的 power wafer 给你，在这个连接器。再来呢，就是一个信号 wafer 啦。这个就是high speed 的应用啦。high speed 的应用，你看到这个信号 wafer 是跟前面那个都是一样的。跟 low speed 是一样的，low speed single end 是一样的。我们只是把两个信号 wafer 在旁边加一个光 片我们就能够做到光 signal 光。你看到下边这个表，就光 signal 光一个差分对，因为它是左边、右边、上边、下边上边、下边四个端子，所以你看到这个下边这个图这个 PMIC 的图Upper row 就是三排啦，沙排啦，左边右边啦，就四排的差分对，光 signal 光这样排，一直这样排过去你看到中间哪个图了？我用不同的颜色比较容易看，就是红色就是光啦，两个黄色就是信号啦，这样子一个差分对一个差分对这样从底部我们是一片 wafer，从底部从个 housing 的底部塞进去，组装进去。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示意图呢，就是左手边就是 high speed 的差分对，key 的右手边，key 的右手边黑色，然后 key 的右手边就是我们的 low speed single end 再来的蓝色的这就是 power 的应用啦。所以你看到中间哪个图啊？我中间有一个黄色的圈，你看到黄色这个 circle 里边呢，都是一些 high speed 的差分对，你看到有一个长的光。
pin， 再来两个顺号 pin， 一起排排排排排到中间，然后 key 的左手边就是 low speed single end 的 wafer， 那你就看到有一点点差异，在底部来看它的外观是有差异的，没有，因为它已经没有光 wafer， 所以它是整个都是一样的。右手边这些是有光 wafer 啦，在左手边这些是 power wafer， 你看到白色的是 power wafer 咯。所以如果你的客户比如说你有你有 ABC 不同的客人，有客户还是 ABC 不同的项目 project 之后，你有不同的 project， 你有不同的差分要求的不同的差分堆的数量，还是 single end 的数量，还是 power 不同的组合，我可以按照你，比如说你 project A， 我就这样排给你。你 project B， 我又排另外一种的组合给你啊，所以这个 wafer design 是一个很弹性很大、灵活度很高的一个连接器啊。这个连接器我前边有轻轻带过一点，就是能够插板呢啊，比如说这个是420，左手边这个图呢是一个428 pin 的连接器啦啊 ，DDC 啦 ，double density 啦，我能够上边插三个 PCIe slot 啦。啊，插三个 PCIe slot 啦，啊，我们有一些客户是两个 DDC 并排在一起的时候，它能够再插多可能是四个还是五个 PCIe slot 啦。左手边是板对板的应用啦，啊，右手边是板对线的应用。你看到我这一个 latch， 我 cable plug 上边有，我中间那个图啊，我 cable plug 呢，上边有两个勾勾，就是来固定在这个 housing 内部。built-in 的内部一个locking 的功能哈，所以我们不需要在外边再加什么铁壳，也能够做一个很稳定、很牢固的一个 locking 的目的哈。OK， 这个是板对板跟板对线的连接器，因为现在的未来的应用呢，很多已经改到去板对线啊。跟以前在 Gen 3啊 Gen 4的时候，很大部分都是板对板，因为去到 Gen 5的时候呢，板的材料要达到 Gen 5呢已经很贵，所以有一些客人已经转到去用板对线，所以我们这个 DDC 能够支持板对板，也能够支持板对线。你看到这里，我们有 Y angle 的 cable plug 啦，有 vertical 的 cable plug。怎么样把这个 plug 拉出来？我们上边有一条拉环的一个塑胶的一个拉杆啊哈，把它拉就可以比较容易，就很轻松就可以把这个 plug 拉出来啊。我们的应用啊，现在的这一种的 double density 的应用呢，现在我们的客人呢有很多客人都是用在 supercomputer 上面，比如说我们在欧洲也有啦，美国也有啦，在中国都有一些 supercomputer 公司在用，超算的一些公司在用我们这一种 double density 啦。实际上也不单单是 supercomputer 在用啦，有一些 server 啊，还有一些 GPU 的应用呢。也有在用我们这一种 double density crash 的一个产品线啦。你在这个图里看得到，右下角这一个 motherboard， 我们有一些客人是把两个 double density 的 crash 加起来超过700个 pin 啦，700个 pin 放在 DDR 旁边，你可以看到从 CPU 它的 routing route 到去这个 WiseCup 上边，因为我们的 DDC 的密度很高，所以不需要一个很强的连接器，它把它的 PCB 的 tracing 速度很短，就已经可以去到我们的 WiseCup 上面。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应用了啊。另外，我们也有一个 GPU 的应用，它是算是一种超算的一种GPU 啊 AI 的用途，它是把不同的 GPU 从上边用一个连接的板。把不同的 GPU 调接在一起，把它的计算的能力大大的提升啊，这个就是我们另外一种用法，这个 DDC， 这个就是一个参考的应用啦，GPU 啦，插在一个 WiseCup 上边啦 ，WiseCup 插在这个 DDC 上边咯啊。我们这个QS 这种产品线呢，不单单是 DDC 啦，我们这个产品线呢，实际上可以
应用到很多不同的领域啦，storage 啦，实际上我们也有 storage 的客户已经在用我们的double density cache 啦，server 有用啦，如果是5G 呢，我们就使用在一些H cloud 啦，实际上我们在通讯上边呢，也有用我们 DDC 用来作为他们的一些测试用的 cable，因为我们这个 DDC 的它的支持的密度很高，还有它的 PCI link 很多，所以他们用我们 DDC 来做一些其他的测试的应用。我今天讲的是到这里，我就让另外一个同事来。介绍我们下一个上关于 SI 的东西。我同事是廖雷了你应该在线上看到他了廖雷。对，大家上午好，我这里是廖雷，然后我是来自安特洛通讯事业部的这个 SI 的经理，然后我们这个事业部主要是做这个通讯类产品的这个连接器和线束。Kevin，你可能 mute 一下。然后我们今天刚才我们的同事这个 Kevin Lau 分享了关于这个产品的一些设计和一些大的应用。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一些是关于这个产品的一些性能，以及它具体的怎么样用在你的板上面去，用在你的 PCB 上面去用的更好。那其实这些东西，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产品是非常一些高速的一些产品，至少也是要到 Gen 5，甚至未来56G PAM4 或者64G PAM4，未来我们关于这产品也还是有 roadmap 往后走的。所以，那随着这些速率越来越高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 SI，包括它的这个 application 的这个 PCB 的这些 layout 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些东西。那可能就是说，线上可能有很多朋友，我们不知道你们理不理解这个什么叫做 SI。我这里先简单的讲一下什么叫 SI，因为大家都知道连接器只是一个非常一个看起来就是一个塑料件以及一个金属结构的一个东西。传统意义上，它可能是通过一些结构尺寸，还有一些可靠性来保证我们的连接。但是当你用到非常高速产品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些连接器，包括我们的线缆，它的主要的目的可能都是为了去传输这个信号。那这个里面的东西其实看不见也摸不着，那都是为了去做这个芯片的这些收发，那这个中间就会存在一个 gap，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你这个连接器到底你的电气性能如何，或者是说你的这个有没有损耗有多大呀，你的阻抗有没有一些匹配呀？就所以我们这个事业部，就是我们这个安菲洛通讯事业部，我们最大的专业的点就是在这个 SI 这一块，我们有非常专业的这个团队以及这个技术的经验来支持我们产品做到非常高速，然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SI，SI 就是说我们关注这些连接器以及线缆以及 PCB 和以及无源通道的一些它的信号的质量，通过我的这个连接器之后，我的信号我还能是不是达到我想要的，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SI，叫信号完整性。OK，那我们这个信号完整性这个东西呢，其实是看不见摸不着。我们看到的东西只是一个结构件，这个或者是一个金属的端子在这个上面去，或者是一些 PCB，看起来都是一些物理的东西。那传统意义上可能是一些电流、电压什么之类的，这个非常非常非常这个低，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低速的时候可能会用到非常一些关键的参数，但是等到你的这个产品非常高速的时候，可能你看这些参数就不够了，所以针对 SI 呢，我们这个事业部和我们这个专业其实是会有非常多的一些软件以及硬件来去实施我的这些研发，所以我的研发的支撑其实都是靠一些软件以及我的一些设备来支持的。所以其实你们能看到我这个 slide 上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软件，一些三维电子厂的一些仿真。那我们在这个连接器，在没有开模之前，我们都知道连接器的开模其实少的话几十万，多的话可能是几百万的，所以这个非常贵。它不可能像打一个 PCB 一样，就是说你可以做很多次。那连接器在开模之前，我们都是需要非常精密的一些 3D 的三维电子厂的一些仿真。那我们连接器的结构其实是比传统的一些天线的结构是更复杂的，比一些传统的天线、一些滤波器
这种类似的这种三维的结构更复杂。但是我们关注的这个参数跟天线又不太一样，天线可能更关注你的一些辐射和你的一些驻波，那我们这一块可能更关注到你的一些衰减啊，一些差分对和差分对之间的一些串扰啊，包括我的一些阻抗啊，包括我的一些啊 skew， 就是这个所谓的一些差分对类的一些延时差。那因为当你速率真的跑到 32G 的时候，你的一个 UI 就是你的一个 bit， 就是一个位，你才30多个皮秒，所以但是这个连接器其实非常相对来说你就变得比较大了。那很多的参数在开模之前我们都是需要去做仿真，那把这个模型调到满足我想要的要求或者客户这个想要的要求，这个才能去开模。那连接器开完模之后，我们其实也会做很多测试板。你看左边其实是一个测试板的设计图，但是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个，我点一下笔，中间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真正的测试夹具。那我们就用右边的这些测试设备来测试出我的这些各种参数，这个连接器想要的一些参数。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信号完整性。那通过我们有了这个专业，就能支持我们这个产品很好的开发。那现在来回到我们这个 Double Density Cool Edge 这个产品的一些 SI 的这个性能以及它的应用的这个实施上面来。OK， 那这个产品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开发了有几年，这个有一点，这个其实是比较一个成熟的产品，而不是说我们想把这种客户来做白老鼠。我们其实有跟很多客户做过很多的 VOC。那然后我们就最终来做成了一个这么一个产品，所以这个是已经开模成功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是能看到有一些测试的数据在这上面的。那这个产品因为是非常高密度的东西，所以你看到这有四排，就它中间是插一个卡，但是卡的每一边都有两排，所以总共你能看到有四列。那然后这个就是产品的我们的测试版，那 SI 的一些测试。那我们做这些 SI 的测试的时候，因为速率非常高，所以我们需要非常非常这个一些低损耗的一些 PGB 材料，甚至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射频的接头来连到我的仪器上面去。因为我们测试都是用一些网络分析和一些 TDR 的一些设备，那这些设备其实都是一些标准的接口，所以我们每一个连接器都会去做一些这个针对这个连接器来做一些测试板，把这个测试板的连接器本身引到这个 PCB 上去， PCB 然后再引到这个射频头上面去，这个射频头才能跟仪器本身做很好的连接。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我们做的东西只是这么一个小黑黑的这个小长条，就是我们的一个 Double Density Cool Edge 的连接器。但是我们为了去研发这个连接器，我们其实背后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不管是从前期的设计仿真以及模型的优化，到后期的这个电气性能的各种验证，以及这个 debug， 甚至你多多少少你做出来的实物的东西可能跟你的设计还会有一些 gap， 你还会需要一些 R&D 的 debug 的一些工作来把这个产品一直做到你想要，你一直做到你设计想要的东西，想要的性能以及这个状态。 OK， 那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就是所谓的大公司和一些普通或者小公司的一些区别，我们是专业做这个连接器的公司。 OK，那这个就是讲的是这个连接器的这个测试的载体。那我看看怎么样下一页啊。那你能看到这个是我们的一些测试性能，因为上页你看到的是我们连接器在这个测试板上的一个状态。 OK， 那现在是测试的一个性能。那我们整个连接器现在是满足 PCIe-5 的一个标准的，我们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它不是标准的 PCIE 的这个 CAM 连接器，它跟那个你们平常用到的这个 GPU 或者显卡上面的连接器可能不太一样，它这个会更密度会更高。那我们即使密度会更高，那我们仍然这个产品你看不管是它的这个衰减还是它的这个阻抗，我们都是一个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匹配。这个产品本身，那我们通常情况下我们 PCIe-5 可能是 36dB 的 channel loss， 那留给连接器的东西的话，留给连接器的 loss 可能是 1.5dB。那这个连接器本身的话，因为它有两排，一排特别长一点，一排短一点，所以你看到连接器的 loss 会轻微有点不同。但是不管哪一排，它其实都能做到满足 1.5dB。同样的这个阻抗，你们能看到基本上都是在85、83，然后到90这一个区域去匹配。
所以这个产品其实不光是可以运用于85的系统，那其实92的系统我们也是有一些客户在实施的，所以目前来看问题也不大。因为阻抗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你92就一定要做到92，它主要是要看这个曲线是不是平坦的。这个曲线基本上你能看到，我们都能控制在85正负5个欧姆以内，所以这个是非常平坦的一个曲线。那然后其实到了92的时候，你可能在高频其实并没有特别多的反射。那所以其实这个也能应用于92的系统，但是主流的应用的话，可能都是应用于服务器，尤其是高密度的一些 AI 服务器的一些板子上面。OK，那 region loss 就不讲了。OK。那这一页呢，其实不光是32G，其实我们这个连续器也有去做了一些计算和一些研究。根据我们得到的一些测试的结果，连续器本身的一些测试结果，我们其实有去模拟一些，有去把这个连续器放到一些 56G PAM4 的一些 channel 上面去看这个连续器本身的是不是能满足这个 56G PAM4 的一些性能。那通过我们去做了一些这个评估，那 56G PAM4 其实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包括这个 COM。这个 com 意思就是 channel operation margin，就是通道的这个运行的 margin，就是通过这个一个软体和这个数值来看这个连续器放到这个 channel 上面去，通过它，因为它这个软体本身它会有一些均衡器和一些预呃这个数字信号处理的一些方式，来看这个产品本身放到看我连续器产品本身放到我的这个 56G channel 上面去有没有问题，所以其实。我们的有一些客户也有做很多这种评估的，也是有的，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56G PAM4 也没什么问题。OK，然后包括我们有做一些对比，因为连续器本身你终归还是要去看这个连续器放在 channel 上面去好不好，或者是说跟我想要的这个连续器，或者是假设我要换成你这个连续器，我的性能会不会产生恶化，有多少区别？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那并不是说我连续器本身我满足我连续器的时态，这个只是我把我做好了，但是我并不意味着我在你那里就很好。那我在你那里怎么来看呢？我在你那我连续器在系统上面一定是通过看这个系统通道的这个性能。那其实你能看到左边，我们其实有做一些 iPattern 的一些仿真。那我们就是建了一些兼武的一些通道，来看这个连接器变化了之后会怎么样。所以你能看到我们右左边这个是一个 NRZ 32G NRZ 的一个眼图，上面这个眼图是用了一个标准的这个 CAM 连接器，所以这个就是你们常见的那个金手指的那种1毫米 GPU 显卡，或者是说这个一 CAM 的那个连接器。那下面就是用了我这个 DDCE 的这个连接器，我 Double Density QAT，所以你通过上面到下面这两个眼图，你能看到这两个之间的区别，其实几乎没有太大区别的，甚至某些指标可能更好，某些指标更差，综合来讲的话是没有特别大的区别的。所以这意味着就是说，你假设你基于你的系统的 loss 不变，或者是你的一些其他的因素不变，你换连接器你完全不存在问题。所以，但是我的这个连续器可能很。可以解决你很多问题，就是我的密度问题。我这个连续器的密度一定比你上面这个会高很多。我这个连续器它同样的长度或者差不多的大小，我可以差不多能做到它的3倍的这个密度。那右边其实也有做一个 56G 这个 PAM4 的一个对比，也是一样一个道理，跟左边这个上下的是一个道理。所以其实你也能看到这个上面的这个眼图和下面的眼图其实也没有特别大的区别。OK。具体要去看这些指标，因为这些指标没有特别大的区别，就意味着这个产品本身就是说跟我的这个标准的 PCIe CAM，因为这个标准的 PCIe 1.0mm pitch 的连接器是用的非常广泛的。OK，那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了我们这个性能上面的一个对比，包括我连续器本身的性能，以及我连续器在我的系统通道上面和我这个。你们认为的这个，可能有些客户会认为他的这个，因为密度没那么高啊，我是不是会更好一点，或者是怎么弄？那但是其实 DDCE 跟它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其实是能看得出来的。OK，那再去下一张，那具体到这个连续器本身，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连续器能满足连续器的要求，连续器的 SI 的 spec，那连续器。按照我们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放到系统上面去看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差异。
那具体怎么样在客户的这个板上面去把这个连接器用得更好，因为连接器是一个部分，但是连接器的 breakout 就是包括这些 footprint， 这肯定要去走线，要去打孔，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非常之关键的一些东西。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个连接器，我们这个连接器因为有四排，所以你能看到 row A 有个 long pin， row A 同样的也有个这个 short pin， 所以 row B 有 short pin， 因为这中间是两排比较短的，它类似于这种像两个一个小八字外面有一个大八字这种形状，所以变成有四排。所以你看到最上面一排和最下面一排都是我们讲的这个 long pair， 所以这个是比较长，然后中间这两排是连续的这个端子比较短。刚才的看到那个 loss 和那个衰减也是能看到这个两个稍微中间的两个的 loss 稍微少那么一点点。那具体到怎么样去实施在你的 PCB 板上怎么去更好的去把你这个连接器应用的更好呢，其实这个也是有很多规则和一些要注意的。那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连接器的这个提供商呢，我们其实针对每一款连接器在研发之初，我们并不是随意来画这些模型以及随意的去保留这些尺寸的，这个尺寸并不是我们自己天马行空的像做艺术一样的去想象我想怎么弄怎么弄。那我们在这个设计这个连接器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你在应用的时候有这么高的密度，并且我们这个你看到这个是两个 pad 之间的 pitch 是 0.8， 当你需要这么高的密度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做 routing， 怎么样去打你的这个孔，怎么样去保证你的这个孔既能打了下来又不至于因为打了孔我的性能又产生恶化。所以你能看到这里有四排孔，四排 pad， 每一排 pad 都会去打孔，所以我们这里有留一个空间 2.2 毫米，所以这个尺寸你留的太大了，我连接器就变得很大，这个有些客户也会不喜欢，因为毕竟是高密度。那如果留的太小了，我这个地方打孔肯定会有问题，你看这旁边又有孔，那这个其实右边这个地方还有孔，因为我这个是很多 pad 一路排过来的。那所以这个 2.2 我们是有，当然你说 2.0 行不行或者 2.4 行不行，这个就不去深究这么一些细小的这种歪歪型，但是总的来讲的话，这 2.2 毫米左右是我们认为能做这个 breakout， 并且结合我们自己的制造性，因为你要知道这连接器两排之间它要考虑到它的串扰的一些性能，就是两排之间可能有互相干扰，同时我要保证我的制造的这个有很好有大批量的可制造性，并且能控制到很好的这个成本各种东西。所以其实我们综合考虑到这个地方就留了 2.2 毫米、okay? 同理这个下面也是留了 2.2 毫米。那变成了这个就变成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可以用 PTH 的孔我去走出这个到下面来，因为通常情况下面我这个连接器我所有的这个差分队我需要全部走到一个地方去，因为就是从连接器去你的 CPU，或者是从总之就是你所有的差分队要朝一个方向。所以你能看到我左边这个图，不管是这上面的哪一个 pair， 我所有的 trace 最后都朝下面来了，这可能就是 CPU 或者是一些 host 的这个 chipset 的一些芯片。那总共来讲连接器就是占用这么大的空间，虽然说连接器本身它只是从这个 SMD pad 到这个 SMD pad， 但是呢因为我一定是要有 breakout 的，所以其实连接器会多多少少会多占用一点空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设计这款连接器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保证我们的客户用非常低成本的一些 PCB 的解决方案来达到这个 breakout 的目的，就是想要你的这个 footprint 走到芯片上面去。首先我要朝着一个方向去走，第二个我可以用 low cost 的一些 PCB， 用 low cost 的一些过孔的一些解决方案，第三个就是说即使我这个连接器有这么高的密度，但是你能看到我最后的 trace 都只用了两层，所以到这里来就变成了两层，黄色的是一层，蓝色的是一层， OK。 那所以这个就是关于 footprint 这边的一个 breakout。 那同理我们也金手指这边我们也会有 breakout，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各种客户怎么去实施这个东西。那我们看到这个金手指这里其实有两面的，这个红色的可能是在正面，那然后背面其实又跟它完全是镜像的，所以在底层会有一个也是有相同位置有金手指， OK。 那所以你就变成了你这个 pin 在这个地方，你的金手指在这里，那我这个两个中间呢，因为这靠上面是板边了， OK。 那我这两排金手指之间我必须
要走两个差分队出来，所以你能看到的一点，你比如说我的第一个差分队我是走到这里来的、okay? 那我背面那个差分队其实是通过这个红色的线的背面走到这个差分队来的，走到这个地方，然后再从这个地方再彻底散出来，走到外侧去，走到靠近这个芯片或者是这个 device 这边的 chipset。 所以你能看到每一个这个小格里面是有两对孔，那然后到这个小格又有两对孔，这是一对，这是一对。所以我们为什么在一开始设计这个连接器的时候，这个地方不是放成了3毫米或者4毫米或者10毫米，这个是充分考虑了我的 breakout 的一个解决方案，然后加上我这两个孔之间我也不至于会产生特别大的干扰，所以综合来评估就达到了有一个6毫米的一个尺寸。所以这些东西就变成了一些你专业的人来考虑，要做非常全方位的一些考虑，来做出的一些设计，而不是说我像做艺术品一样。 OK， 那左边这个其实是金手指，这边我们可以用一些 PTH 的孔来做 breakout， 做这个把这个 PCB 勒出来。那同理，当然你如果想要非常好的性能，就是说你就是可能32G 56G 或者是未来更高一些的速率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也建议你们可以试用这个 microwire 的这个方案，因为 microwire 至少来讲它过孔本身的这个效应它就会少很多，它的这个 SI 的影响就会小很多，所以其实你也可以用 microwire 来做这个 breakout。 所以你能看到我右边的这个呢，其实是关于这个金手指的有一些更高性能或者是说更灵活的一些解决方案。因为卡板相对来说的话都比较偏小的话，当我从这个 PTH 过孔变成这个 microwire 过孔的时候，我的成本不至于增加太多，但是在我的主板那边，我的主板会非常大，并且我的主板层数会非常多，因此当我的 PCB 的成本增加 5%， 同样增加 5% 的话，我的底板成本会增加非常多，但是我卡板可能会增加的非常少，但是带来的性能的提升会非常关键。 OK， 那所以其实右边这个我们也有一些关于 breakout 的这个 microwire breakout 的这个一些解决方案。那所以这里呢，就是具体的这个东西，因为还不是特别，因为今天只是做一个演示，你们会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客户对具体的一些资料和一些感兴趣，我们家可以提供全方位的一些数据和一些支持，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有具体的例子给到我们的客户去做参考的，包括上一页的那个 Botify 也是。所以其实这里又讲到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其实在研发产品的同时，我们也会给我们一些很多客户做到很好的 customer support。 那大家能看到左边这个其实是一个18层的一个板子，这是一个18层的一个 PCB， 这个 Amphenol 你也知道其实并不做什么 PCB， 更不会做这么复杂的 PCB， 这个其实都是从我们的客户那里拿到了一些，就是我们客户可能需要一些技术支持，然后需要我们给他们做一些 breakout 的一些仿真，因此他们会给我们这个 PCB 的这些结构，那我们会加上我们自己的连接器，然后就会给客户做一些优化。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客户的这个 baseline 的一些性能。那因为这个连接器的密度实在是太高，然后我们就是希望客户去增加一些过孔，因为这些过孔都是一些低成本的一些通孔，所以也不存在成本增加特别多，但是我们会评估这个客户的这个空间，因为有些东西它也并不是有特别大的空间，因此我们会结合客户的一些包括你的客户的这个等级，因为你看到右上角的这些，这可能就是一个 GPU 显卡的一个内部的一个结构，这个是一个 GPU 显卡内部的一个 PCB layout， 尤其是这个图中间这个图。当然我们客户也是不需要客户给我们整个的这个 PCB， 但是关于这个连接器本身，这上面就是我的这个连接器，因为有两排金手指，对应的就是这个上面的这个两排金手指。那客户拿给了我们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其实有可以帮客户做很多的 customer support， 怎么样就客户具体的这个 PCB， 然后我把我的连接器在你这个板上用得更好，那其实这些打孔啊加过孔啊这些都非常关键，
那其实我们就是能给客户做一些评估，哎，你 baseline 是怎么样的，我建议你能怎么样，我们可以讨论，性能会变成怎么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customer support。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客户很多的这个 S-Pyramid Model， 因为有很多客户会去做一些系统的级联，系统的一些仿真。那我们是加斯也提供 这个 S 参数，包括我的加密模型，我说的是联系本身的加密模型。联系一旦把这个加密模型加密了之后，你可以结合这个你的 PCB， 把我的联系装到你自己的 PCB 上面去做一个这么个仿真。所以关于这种 PCB breakout 的仿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的客户提供这个 PCB 给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帮他做，就是你们看到的右边的这种。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可以给客户提供一些连接器的一些加密模型，那客户的话就可以看这个结合他自己的 PCB， 然后把连接器加到 PCB 上去，然后去做一个整体的仿真。那这样子的话，既能保证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又能保证了双方的这个 IP 和一些项目的一些保护啊，或者机密性。那其实就变成了，就是说我们不光是设计产品，尤其是从产品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到你的应用，然后到了你的产品出来之后，我们会做各种验证，保证我的产品性能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等级或者是多少速率。那到了后期，等到我的这个产品，我的这个产品在客户的具体的 PCB 上面要去应用了，我们又可以跟客户来做具体的非常非常具体的一些实施和优化和改进。那最终就给到客户一个非常性能，既能保证性能，又能保证到成本有一些控制的一个 total 的solution， 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它一定不是一个最性能最优的，但是也不是一个最便宜的，它一定是综合了很多的因素来做出来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专业连接器提供商提供的一些技术的产品。OK， 那我今天就讲到就是这里了，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我看到好像有一些线上有一些问题。OK， 我这里先我不 stop 下，我先把这个退出全屏。我看到线上面有很多问题，线上面第一个问题是产品有哪些优势特点。Ted， 你要答吗？还是让我来答？我来。OK。大家好，我是这个 DDC 这个产品线的一个负责机构这一块的。这个产品回答这个观众的这个问题啊，就这个产品最大的优势呢，其实就是它的高密度。就是说，因为我们主要的一个产品线是 focus 在这个服务器以及这个 storage 这些通信类，包括一些什么 telecom 的这些产品线。它我们知道，在这个 server 里面，它的主板里面的空间是寸土寸金来的，就是说，尤其是现在这个 CPU 的这个 PCIe 韧呢是越来越多，那怎么样从这个在有限的空间内，可以把更多的这个 PCIe 韧把它走出来，走到你的 IO 口啊，走到你的一些功能上面去，那么就成了一个行业的一个痛点来的。那么其实当初在开发这款产品，其实也是结合了一些行业的一些服务器厂商啊，或者说是其他一些客户他的一个痛点去解决的这样一个思路，就是说怎么样在最小的一个空间内能够把更多的信号通道走出来，这样子一个契机去研发的这样一个产品线。这个就是这样一个产品的最大的一个优势在这里。对，然后有一个问题，我看到板对板连接器的最小间距能达到多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有一些潜在的客户想希望拿这个连接器去做一个板对板的应用，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说下面放一个连接器，中间圈一个板子，然后上面再放一个连接器。那我们这个连接器本身它不是一个也可以说是板对，它是板对卡的结构，它并不是板对板。我们理解的板对板是有一个 plug， 就是有一个公头有一个母头，然后它的互配的。那我们这个产品如果要做板对板，它一定是两边都是这个我的这个连接器，中间放一个金手指的卡板，这个金手指的卡板两面都有金手指，就是上面有金手指，下面金手指，然后通过这个金手指的卡板是把这个上下两个连接器串起来，
这样子来做到一个板对板。那因为做到这种应用的话，因为我是两个连续器的高度，所以它整个的连续器的大小能做到大约30多个毫米左右。因为我连续器本身的高度会在12个毫米左右，那两个连续器堆叠起来的话可能就会去到20多，那中间其实需要一点 PCB 的，所以其实就是差不多是能做到这个30多毫米。那如果这个客户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比较需要一些比较矮一些的板对板的这个高度的这个要求的话，我们 Amphenol 其实有很多的 solution， 因为我们专门有一个 group， 我们专门有一个 BU 叫做 Madeline 这个 BU， 他们专门是做板对板连续器的，各种高度、各种 pitch、各种这个速率和这个大小的各种pin数的。所以其实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这个我们的网站。OK。另外我刚看到有另外一个问题是，真的的天线是如何作为一套的应用啊？实际上我们这个 double density quest 是一种 cutH 的连接器啦。我们在我们整个 quest 的产品线里边也有其他的单排的 cutH 的连接器。我们 DDC 是两排嘛 ，double density 是两排嘛。它的应用都一样了，我们也有做在一些5G 的天线上面，因为现在 5G 的天线上面有很跟以前的有一点点差异了，以前都主要是跑 RF 很多，现在都很多在 5G 的天线上面都跑 digital 信号，所以多了一些板对板的对接，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也做进去一些欧洲的5G 的天线的大公司里面，就是一个板对板的应用，就是两个 cache 连接器，中间再加一个 pedal 卡，再加一个 pedal 卡，一个小的 pedal 卡在上边，在中间了。因为这个 DDC， 你看你怎么用呢？如果你要用这一类的 Messaline 的，因为有些时候 Messaline 的时候，可能板对板 的距离有拉得比较远的时候，你 Messaline connector 公母头是可能接不到的时候，可以用我们这一类的 cache 的连接器。来把两块板对接好哈，这些我们都有已经做了，都有很丰富的经验，怎么去帮你去解决板对板天线上面的应用啊？谢谢。OK， 我还看到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测试板的需求，可以采购吗？我们家主要是卖连接器的，那如果你是我们的客户的话，我们这些测试板是会借给我们的客户用的，因为我们会做一些测试板去验证我们的产品嘛。那借完之后可能是需要归还的，因为这个板子这些东西都很贵，你也知道那些都是材料啊，包括那些射频头都非常贵，所以如果是我们的客户的话，其实你们可以联系我们的具体的当地的销售，或者是一些 FAE 或者是我们的 PM 都可以，那具体的这个需求就可以具体谈。那我还看到有一个在问这个关于这个不同的插拔场景，完全插拔、半插拔对传输误码率有多少影响？然后设计 component 端子接触位置、公差应偏于什么样的尺寸控制？你们在做仿真时，不同插拔做模拟对比吗？这个问题其实问得非常好。OK， 那作为这个专业的联系厂家，其实这个其实非常简单。你问的这些问题我们都有做，就是说如果包括这个。这个连接器比如说我的这个 wiper lens 它设计值 nominal 的是 1.5， 那我其实在做仿真甚至测试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些 demating 或者是一些公差的一些分析，到了后期如果有具体的实物出来要做测试，其实也会有一些测试，包括这个你讲的这个机械上的一些公差分析，我们也是会有很多 CAT， 这个你可以聊一下啊，机械的公差分析，就是说这个产品，尤其是你做这种桥接应用啊，因为你两个连接器可能要串在一起啊。啊，了解了解了解，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客户在需求这一块，就是说，尤其是像这种刚才那个我们同事 Kevin 演示的那一颗，那个服务器的从有两个 DDC 一直引出来到有一张 riser 卡引出来有三个或者甚至四个五个这样的一个 slot 的，那它在桥接与桥接之间的话，在两个 DDC 连接器之间，它会造成一些mismatch， 那它我们就会根据客人的需求，包括根据客人的需求去建议他的
去做公差分析，然后建议它的 riser 卡的尺寸要怎么设计，怎么在控制什么样的公差的情况下，再保证才能够保证我能够顺利的插入，这些我们都会给在开发前期会给客人提供一系列的 support，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你刚刚讲到这一个公差的东西呢，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连接器呢是 0.8 pitch 的，0.8 pitch 呢在行业里边已经跑了十多年了。这个连理论上 0.8 在控制公差啊一些 alignment 的问题呢应该很容易解决了。啊，因为最近都已经很多人在讲一些 fine pitch 啊去到 0.6 啊。如果用到 0.6, 其实可能你在 PCB 的公差要求呢要控制板厂那边要控制比较低一点啊。但是 0.8 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去处理了。对，包括有客户问到不同的插拔场景，完全插拔、半插拔对传输物码率有多少影响？比如说56G 或者112G 对比差异，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坦白讲，我一个人我答不了这个问题，这一定是我们两个一起来回答的问题。你如果会问这个问题，具体到我们的销售，那说明我们有生意了 ，OK？ 那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那我们作为联系厂家，我们一定会提供，不管是模拟也好，还是数据也好，会提供各种在这个完全插拔、半插拔，或者是怎么样插拔状态，或者是有偏移这种一些连接器本身的数据。那最终看这个 56G、112G， 终归还是要看这个系统通道它本身是不是能满足它系统芯片的一些物码的一些要求。OK， 所以它这个问题一定是联系器厂家以及和做这个系统的人一起来做这个测试，以或者仿真或者测试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前期我们就可以给你一些连接器完全插拔、半插拔或者一些歪斜的这种模型给到你们。那可能你自己有一些 PCB， 那你自己本身可能会从 AMD 或者是英特尔就拿了一些芯片或者是一些模型，芯片的模型。那一定是本身有这些东西的，有这些东西的话就把它综合起来去做一些完全插拔、半插拔，这个是从设计上面去会做一些判定。那到了后期，其实我们本身你也知道，这个物码率它不光是说它会受到连续插拔、半插拔，它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甚至会受到你这个放在一个温度高一点的这个环境里面去，你可能你的物码就会升高或者怎么弄，这个都不好讲。所以它会牵扯到很多很多的因素。所以到了后期做具体的测试的时候，它一定不是说我连续就用我的这个小测试板，我来测一下物码率，哎，我插拔半插拔就有，我告诉你我这个结论是什么。那这个并不能说明真实的系统会变成什么样的，因为真实的系统它一定是靠真实的芯片来驱动的，并且它的真实的应用环境它会对这个整个的这个物码率会有非常大的影响。那其实所以到了后期我们就会和我们的客户去做很多配合，所以来具体来做这些测试 OK。另外我还看到有一个问题说，这种连接器能不能够用在一些高温啊、高污染啊、一些恶劣的环境底下。理论上我们这个 cache 连接器呢是用在系统里面的，如果你做一些系统是 industrial computing 呢，我们这个连接器也没问题的，因为我们讲的，因为我们连接器都在整个 server 还是整个 computing system 的内部啊。因为你说你是用在一些石油石化的领域里边啊，所以是如果用在 industrial server 还是 industrial computing 呢是没问题的。OK。还看到一个问题，工业电脑啊，不好意思啊。还看到有些问题是在问这个，因为我们的产品是双排金手指，就是说在传统的金手指上面还增加了硬排，还有问题就是说这个电镀的这个 PCB 这个 riser 卡的这个电镀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这个跟可能就需要一些可能跟传统的电镀就有点不一样了，就是说。传统的电镀会在金手指的前面会引一条它电镀线出来，这个然后再通过导斜边的这样的方式去把这个所谓的胎坝给它去掉。那这颗产品的话上面一排怎么去处理呢？上面一排的那个电镀线会怎么样去处理？那实际上就可以通过比较一些这个蚀刻的一个工艺去把这个所谓的这个连电镀线把这个电镀线脆死把它给蚀刻掉，这样子去去除这个胎坝。
不知道这个大家能理解。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上牌与下牌之间的这个所谓的滤油覆盖，其实我们是比较建议，如果说客人对这个成本不是非常的太 care 的话，我们比较建议通过这个走这个下牌端子，通过这个走下牌这个金手指，通过这个走 microvia 的方式走出去，然后这个上下两排的这个金手指之间，尽量的还是能够去做到这个开窗，这个滤油开窗这样的方式去处理会比较好一些。对，然后。现在还有问题吗？应该 OK。线上的好像那个对话框里 Kevin 能看到问题吗？看不到，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应该没有问题了，我没看到有再有问题。好 ，OK， 非常感谢。你来吧，廖磊，你来吧。非常感谢大家的今天能。抽了一个小时来参加我们这个线上直播，那个会后的话我们还有奖问卷调查，因为大家应该是能看到这个对话框里有链接，还是我们的这个注册的这个页面有链接，所以这个是有奖问卷调查 OK， 希望大家中大奖 OK。 好，这样子就今天就这样结束了，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拜拜。